出去玩呢？大姨注意双下巴。你吃饱了？笑得好开心。来，你看阿公啊，阿公要抱啊。来来来，阿公抱来。哎，好卑微哦，好卑微哦。你看你好故意哦，笑成这样。我们来吃火山爆发鸡 ，Go Go Go， 走。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这一只鸡，这样一只鸡多少钱呢？600，这样一只600。好吃，我还以为会很干呢，结果不会。宜兰礁溪店，一下交流道就找到它了。然后我们叫了一桌菜，是觉得还行啦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小贵。我们几个人竟然吃不完一整只鸡，所以打包带走。做瓷器的地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体验一个课程。哇，今天宜兰的天气真的超棒哎，不冷不热，阳光好，赞赞！而且礼拜一没有什么观光客，超美的，你们看看，哇！因为那边还没有开，我就是到附近走走晃晃，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哎，而且那边好像是落雨松，只是好像下一个月会比较黄，会拍起来更美。可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看到好多车子哦，大家都是要在那边拍照，网美景点呐，网美景点。哇，你知道偶尔离开都市的纷扰，来乡下这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，感觉很舒服呢，真是抖起怂哎，看到这个就特别的兴奋。这不知道是，这应该是种水稻吧。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三星四季青花池。对，它这里有卖好多好漂亮的杯子，太可爱了吧。这边还有宠物馆，那我们是有提前预约那个手作，它就是你可以选这样的杯型，然后这个图案然后可以自己画，但因为我还没体验，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吧，看看吧。那这个小商店很文青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咖啡，很可爱耶。啊，这里就是它的体验教室。对，来你看。这边就会有它的价格，好像从600到1300，1680，对，都有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挑。这好像是顾客画好的，要画什么图案？好，那就可以直接上来做挑选，好喜欢什么直接拿。好，拿完之后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。好，就开始喽。我们现在要挑器皿，对，我们选汤碗。妈妈跟姐姐是选择盘子。她怎么眼睛开始画了？太强了吧！那我姐竟然用蜡笔小新的屁股。你应该画不了，胡说啦！他们这边可以点饮料，超香的荆棘柠檬，荆棘柠檬气泡饮，赞哦！它只能现调，它是有蓝色，因为青花瓷是蓝色的颜料。所以它可能画远远的，太阳我的杨雨欣，他会开心吗？这是我女儿的脚印，这是我儿子，这是我儿子跟我女儿的脚印，这是云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小葵，这是妹妹的生日，这是妹妹的生肖，这是太阳。这是妹妹，结束喽。那你把你老公放在哪里？啊？需要有他吗？老公在这里。我就看你一个。
真是要放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要电话？武林这边是不是聊人家在画？嗯，好可爱啊！对啊，你看完全是我的名字。接你啊，接你！我立志不要在这边唱。不累啦，我等一下还要上色，这我的线稿已经画好了。你后面还没有？你要开始画，我要在旁边接。我还没画，我没有勇气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能太厚。这几个厚啊？你这个一直拍，其实它的完成度就是这样子了，好像没有在任何变化的。不用这个刮了，它本来就可以刮，但不用一直刮。好了，你现在就在画成这样，跪拜。画好了，我们四个都画完了。是旁边最喜欢，对，它上面那块是这个料。很多细节，你看这个就我大姐的，这我小妹的。你说这个很多细节，这一个这里有很多细节的，这我妈妈的，是我的，完成，然后它要烧3.5个月就会宅配到你们家哦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我们体验完了，好玩吗？好玩，雨欣也睡了一个小时，很好玩。结果他画了一个屁股，我画了一个屁股，我是第一个画完的。你后面这个画了超久的，一直擦，一直擦，一直擦，影响到别人。还好吧，我只是想要可爱的可爱的画面啊。我们期待3.5个月之后收到成品，真的蛮久的。你买这里面的东西，他都会捐钱给流浪猫啊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赞赞。来泡温泉，泡温泉。我们入住的是烟波大饭店，苏澳四季双泉馆，就是有冷泉跟热泉、热温泉，在房间都可以泡的双泉馆耶。这是烟波苏澳会馆的大厅。杨鑫，来，哇，好臭！为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？怎么这么臭？哎，真的很臭，有成年老味。怎么了？你看啊，他要喝看。哇，你看这老大哥手要这样扶。明天日出时间6:27，请问爬得起来吗？每个人都有红酒券，那如果你不想要喝的话，6张红酒券可以换1瓶红酒带回家。6张兑换券换的，但我们有8张，所以我们又再换了2杯。这个是要现在喝完吗？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啊。哦，小心哦。对，我们往这边走。我们就是这一间。Thank you。对。打扰了哟！哇哦哇哦，赞呢！双人房，这个阳光，这个浴室，这里的视野 ，Oh my god！ 可是就看到山了，没有海。然后这边基本的卫浴设施，洗手乳、身体乳，然后浴室它有附洗发精跟沐浴乳。哇哦，然后后面还有阳台。哇，这边看过去，哇，感觉可以在房间看日出哎。你看它有冷泉跟温泉，赞赞赞赞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你们是这一间吗？对。哦，四人房。四人房很大哎，可是他们没有阳台啊。那我们去看另外一间角间的，哎，跟我们的一样啊。对啊。对，我们也是这样。然后他还有附婴儿床，哎，好可爱哦。他有附小朋友该有的东西。哦。有提前跟他说他要附消毒锅。
so sweet。这里还有小朋友的澡盆呢。这个温泉，你看那个颜色裸裸，听说里面富含的丰富的矿物质。你看它上面有写铁、质、碳酸泉，然后温泉是黄金山泉，希望泡完皮肤会咕噜咕噜。大姨在做什么？游泳，你今天要游泳，玩水水，他怕怕的，怕怕的。游泳呢？我们要游泳。我怕。他感觉怕怕的。天心，玩水水。踩到了。人生第一次泡温泉，好像一个荷包蛋哦。哎，哭哭了，哭哭了。来，天心，天心，第一次泡温泉呢？你去叫阿公阿妈来。哇，整个脸，他现在飘着，非常害怕是不是？对，他的脸好惊慌。我们来到烟波的顶楼，是个一望无际的泳池。这里看不到夕阳，可是可以看到海港耶。可是太晚上来拍了，明天再来拍早上的感觉。我们抵达了宜兰东门观光夜市，火车站出来往右边走一小段路就到了哟。礼拜一人好像还好，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看看，有好吃的就停下来吃，然后也会买回去饭店吃。他们这个摊贩好像就是在这里的，不会动。是首都炭烤日式串烧，它就是地下道的空间的一个夜市。对啊，桥下的夜市。鸡排才15块，卖完10块，鸡排已经卖完了。所以我们买鸡肉串跟龙凤腿啊。那个酱好像是精华，我看每个人都有加。这个酱好特别，这个好像是辣的。哦，好看哦。这样不太适合内用。对啊，这里比较属于就是边走边吃，所以边走边吃路又有一点窄。对啊，而且摊贩没有想象那么多。我们逛完了，我们要走回去了。啊，小归小，可是也是很多吃的东西，见仁见智哦。今天的宜兰下大雨，我觉得下雨好像是正常的，昨天的好天气好像比较不正常，所以今天没有日出。我们今天要在这雨天中展开我们的第二天行程。我们来吃早餐了哦，烟波澡堂，今天的是星星鱼排。我要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牧羊人派选择好多哦，中式西式都有。馒头，龙虾、螃蟹，哇！我这里就闻到龙那个螃蟹的味道了。哇，你看那个虾软，整个都挖走了。哇，它这么大方哦。里面都是螃蟹吗？就是随便捞，应该都是螃蟹，一两只。哦，自己挖的豆花。饮料也很多哎，小米粥，我姐特地来跟我讲小米粥，因为她知道我最爱吃小米粥。你们有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吗？这个蛮好。刚刚假的螃蟹汤是不是？这个和牛汉堡蛮难吃。我觉得那应该是放太久了，你要去拿那个现做的。这个鱼排，星星鱼排汉堡。我们早餐吃完了，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种类虽然很多，可是很多都很雷同啊。但是就是什么沙拉的，他们的品质、生菜都不会，都蛮新鲜的，都蛮好吃的。好哟，我们现在要退房了，请问住了一天的感想是什么？还不错啦。早餐其实不错啦。我觉得以多样性来讲，它真的比其他饭店丰富很多。整体感受下来是觉得很不错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附很多妹妹的东西，麻烦是麻烦，停车场只有一个是平面的，所以去到其他地方的话，可能就会选择不开车。
但它其他外面好像就是都比较远。哦，离景区都是比较远一点，也是啦。如果离景区远的话，它里面的设备应该要更多。哦，它好像只有一个健身房，楼上其实都是看书的，还有游泳池。嗯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们这边就是来泡温泉的啦。我们今天杨雨欣的第一次家族出游成功，拜拜，成功，跟大家说拜拜。他刚刚尿尿在他爸爸车上，完蛋！我就跟阿妈说到饭店再换，阿妈就说要换，还笑，还好不是抓塞。